第二十八题，如图所示，水平桌面上静置一个木块，经对木块是以向东且大小固定的水平力 F。阿春、阿伟对于木块受力后可能发生的状态及原因解释如下：阿春，若木块向东做等加速度运动，是因为木块在运动过程中所受的摩擦力大小逐渐变小。阿伟，若木块保持静止不动，是因为 F 与其反作用力的大小相同，方向相反，恰好互相抵消。关于两人的描述正确与否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我们的动摩擦力是维持定值，所以木块在运动时所受的摩擦力应该不会改变。同时，如果我受外面一个定力作用，而它的摩擦力逐渐变小，表示它的合力大小会改变，合力大小会改变，它就加速度就会改变，就不会做一个等加速度运动。所以阿春的讲法是错的。同时我们也知道，牛顿第三运动定律虽然告诉我们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但这两个力量是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面，因此它不会互相抵消，所以阿伟的说法也是错的。所以二十八题问我们说，关于两人的描述正确与否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两人皆不正确。